我今天想跟你们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我希望你们认真的听 ，OK？ 不过不要那么严肃哈，虽然是很重要，的确是很重要，这个可能关系到你的未来，这个的这个发展哦，你的梦想，你的这个前途，你们那么认真，那么执着，遇到发展那么久了啊、哦，我相信你们当中大概也遇到了很多的一些挑战跟一个困难，因为安利的确是不容易做。哦，不要去跟人家讲说安利很容易做，那是骗人的，对吧？我最近指导了一个伙伴，因为他也做了差不多五年来都是在15、12，然后上上下下，突破上银交资金又掉下来了。可是五年呢，他都没有放弃，态度都很好，然后这个产品知识也很够，而且也是每会必到。可是为什么五年还上不了呢？那当然，越做越慢越久，反正那个压力越大，所以他就去年就鼓起勇气，就这个联络上我，说这样你可不可以这个指点我一下，我就给他一点时间，然后跟他谈，面对面的这个谈了一下，然后这个给他一些方向哦。其实他只应该这样讲啊，我不知道哪一个真正影响到他了，可是其中有一点哦，我发现到说他推荐了很多人，五年了嘛，一定推荐了很多人，可是问题是他不是不销售不推荐，推荐的人不做，你知道吗？这是一个，老实讲，这是一个很困扰的一个问题。我相信你们做了一段时间的人，你们不是没有能力推荐人，或者是这个推荐不到人，是推荐的人不做，推荐的人不要来开会，或者是来了一阵子又不来了，或者是活跃了一阵子又不活跃了，这是一个。我觉得做安利很多时候，身为你们都是领导人嘛，你们每个人都推荐到人啦、啊。今天能够来的都是代表说你们已经推荐到人的啦。对。问题是你推荐的人如果不做的话，那是不是白推荐了呢？如果你是才加入半年、一年，好了，你推荐个10个、8个他不做还好。可是如果你已经做了3年、5年，你推荐绝对超过10个。可能20个，可能30个，再包含你20、30个所推荐的，搞过100个。如果是已经那么多人加入，而这些人都没有像你这样的话，那真的要好好思考一下，为什么我所推荐的人，为什么别人这么好像爆米花一样，哇，一个爆，两个爆，全部都爆了，都发展速度那么快，为什么我们的老师那么的慢呢？一定有很多人在听嘛。然后我跟他谈了很多，给他很多的一些指点。可是我发现其中一个重点，真的重点之重，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哦，推荐的人哦，给他的一些想法是错误的。其中一个很重要，我等一下慢慢来跟你分析哦，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你一定要解决它，不然的话，你们可能还是一样，因为你们还是继续推荐人，而你推荐到人继续不动。继续不活药，或者是偶尔不活药，或者是活药了一阵子，碰到些困难又停了，那糟糕了，哪一个时候才能够做起来了嘛？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问题，你要面对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非解决它不可啊！你如果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话，真的哦，哎呀，也很可怜的。那哪一个时候你们才能够做营销之星呢？哪一个时候才能够做上高级主任呢？哪一个时候才能够当经理呢？不想当经理吗？想，非常的想。对。可是问题是，不克服这个问题，是再想你都没有用。哎，我跟他谈了一阵子之后，他突破了。你知道吗？这个大概应该是去年的5月、6月吧，跟他谈了一下。我这次来中国之前，就是过了年之后，我去了马来西亚，然后从马来西亚回来待隔了几天，我就跑到这个工作室，他打电话回来，之前在我1月份上了营销咨询了。5年上不了的人，5个月突破了，上了。
把这一个这个啊啊对秘诀把这个都学会了，讲不讲？讲。你们每一个礼拜来上课哦，为什么不把这个会议，然后你们去享受那个会议呢？那你们一直做笔记，你看你又在这样拍照，那拍照，我觉得做人哦，身为领导人，记住，为了整个这个会议跟团队配合一下，因为你要知道，你做笔记 ，OK， 你得到好处，可是如果会议的气氛不好，你要负责，不要每次都说这个讲师讲得不好，我跟你讲，每一个讲师都会讲得很好。如果你们如何知道怎么样去这个把这个气氛这个弄得好一点，气氛哦，我希望能够很自然，因为我希望有一点水平，不是那种怎么讲，就是有点好像做作的那种方式，我觉得那个不好的，很自然的嘛，对吗？很自然的，你们这个很用心的听，聚精会神的听，然后该讲的时候很自然的这个拍掌的时候很自然的这种拍掌，那个氛围哦很自然 ，OK 哦，不要那种有些时候那种会议哦太假了也不好，大致类型的哇，那种气氛那个氛围会这个非常的好，所以从现在开始 OK。你们要培养这个习惯，不是就今天那天，我只是在教育你们，是以后你们这个就是就算做笔记也好，只要有人拍掌的时候，不要拿做笔这个鼓掌，不要拿做笔记本鼓掌，不要拿做你的这个 iPhone 鼓掌，把它放下来，好、哦，把这个记在脑海里面，好、哦，以后不要忘记，你相信我，因为这样做的话，哈、哦，你们中心。我不知道你们有些可能不是这个中心，可能你们是这个周江或其他钻石的这个中心的这个伙伴，来记得回去的时候，哦，中心的气氛非常重要。如果每次开会大家都很兴奋、很高兴、很快乐，告诉你哦，你那个中心就很有这个魅力，你很享受。OK， 第二。你会影响很多的人。第三，你带着朋友来，他说我喜欢这样的地方，很自然，不做作，友善，然后呢，很有这个格调，然后氛围很好，那每个领导人都很亲切。我喜欢这个地方，我下个礼拜要来，下个礼拜要来，搞不好他会带一个人来，那你的团队，你的这个伙伴就会成长。你要去想这个问题啊，想久一点，怪不得你们成长那么慢，就是因为你的伙伴来了一次，没什么嘛，下个礼拜再来，好了，他不来了，所以你们每次推荐人邀人到中心来，他来一次他不来第二次的，你们不能够怪哦。我跟你讲，像我以前发展，我这个主持那个会议，不会说像现在这样。你开始问 Dr. Jerry 我参加他的家庭聚会的时候，两个礼拜之后他就要请我离开了，为什么？没办法帮忙，因为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是很重视的，然后我的中心会哪里会像这个每次不满的，绝对不到半年一定爆满的 OK， 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很喜欢到我的中心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喜欢。你的中心不能够让人家喜欢，你怎么去留住人呢？对，推荐人不难呢，各位伙伴，你们好不容易推荐到人，你是不是想要留住他？对，人才很重要。如果你的人才来了看了之后不怎么样嘛，那他不想加你的会议，这样的话你的成长很慢，好像漏斗样子，沙进来就漏掉沙了，永远都不满的哦。对吗？所以我们要留住人才，那记得会议非常重要。懂得做了没有？好。OK， 好。好好好会很热吗？会很冷吗？不会。不冷啊，我建议你们那个外套的先把它脱掉，不然你会很热的。
你如果啊，因为我不知道啊，因为好像这个是有点热嘛。那如果你怕冷的就不要 ，OK？ 这个话，那个我是没有穿什么卫生衣的，我就是这样的。哇！够暖和的，够暖和哈。你有时候国内我看有些人就穿的这个里面毛绒的什么一大堆哇，那个在冷气房里面是这个啊、非常非常的这样。OK， 好，那如何能够让你们在这一个最短的时间里面突破？好、哦，因为这个很重要。首先，今年大家都把这个目标定清楚，就是今年你们一定要上影响之星。当然，已经上了的，可能就要想办法这一个，不是想办法，就是要这一个达到这一个高级主任。然后呢，这个要符合这个海外旅游，这目标一定要定下来。一年之计在于春吧，目标定下来，今年一定要上 ，OK？ 你听我分享完之后，保证你一定会上。我告诉你哈、哦，安利这个事业，你说难，你说容易，我觉得真的是有点骗人啊。可是你说难吗？又不是真的那么的难 ，OK？ 其实难是难在说，你要学会如何的这一个怎么讲，推动自己。我时常跟很多人分享的就是，安利难是你要如何学会当老板，因为你是老板，你是你自己事业的老板。今天你上班，有人管你 ，OK？ 九点。你飞得到办公室去，不可，工作没有做完，不可以回去，等等等等，有人管你，你会把事情做好。可是今天安利没有人管你，对吗？对。所以这是最难的，就是自我的挑战。最难的是激励的问题，因为你想想看嘛，你没有任何的压力耶，所以你常常会说。明天我，哎呀，天气不好了。好了，我后天才去找对象，可以不可以？可以啊。不行吗？可以。谁说不行？我是老板，我哪一个时候找对象是我自己做决定。对。你哪一个时候要找对象？哪一个礼拜要讲几场的 OBB？ 谁做决定？你自己嘛，这是最难的。如果你能够克服这一点，我绝对可以跟你保证，你一定可以上的，因为真的不是那么的难。而最难的是你如何的，比如说你规划好了，我这一个月我最起码每一个礼拜要讲两场的 OBB， 你做得到吗？好，你可以这样讲，我做得到。可是当你遇到一些挑战、一些困难之后，可能你就讲说啊，下个月我再做啊，真的。所以你就是拖拖拉拉，拖拖拉拉，哎，时间很快过去的。我看你们几个很多已经做了这么久了的，为什么还没有上呢？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惯性，哦，我们没有办法这个给自己一点的这个压力。如何来推动自己？如何学会自我鼓励？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关键。你看哈，我们做案例，老实讲，你说不难，其实很难。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被人家拒绝。其实我在想，其实做案例的人也很了不起，你们也真的很了不起，因为你们常常被人家拒绝，这脸皮不够厚的人，真的，对不对？对。甚至有些时候还被人家这个怎么讲啊？这个嘲笑啊等等。对。所以是不容易做的这个事业。既然这么难了，为什么你们不想办法把它做起来呢？我觉得哦，这么辛苦，常常面对这种季节，然后要花那么多的时间，我非得做起来不可，应该告诉你自己啊，否则的话，真的哦，我觉得实在是对不起自己啊。对，这么努力，
不是放了这个事业，然后常常还要被人家拒绝，既然还不想办法去克服这个困难，然后把它做起来，你不觉得很可惜吗？对，学会当老板，学习如何自我激励。我以前做案例的时候，我是常常跟自己讲话的。你要笑我，我就让你笑。我就是常常自己跟自己讲话。OK， 我就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做起来，我一定可以做起来。我是常常跟自己讲话，我常常看着镜子，目标写下来。尤其打开始的时候，我是28，我就写下来。所以我一定要办到。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谁来鼓励我？谁来强迫我说我一定要上班？没有。我记得我2%我前职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我发现同期也有很多人前职，半年之后全部回过头来再找工作，找工作也不是那么简单的。那为什么这些人全职吗？全职不是下定决心才全职的吗？对。那为什么全职之后过了6个月又回去上班呢？业绩没有突破，对吧？所以这些都是我觉得这些都是没有那种很强烈的。你第一天听我讲完之后，你可能也会很兴奋，可是过了1个礼拜之后，可能又恢复老样子了。对。除非你养成这个习惯。OK， 真的目标定了，营销自信24%，营销自信你就写下来吧。那每天你就看着这个目标，然后告诉自己，你看着镜子嘛，那个镜子里面那人是谁？对嘛，你就指他嘛，你指他就是指你自己。哎，你不要小看哦，因为我们没有人可以将来给我们压力嘛，对吧？你上班是没办法的，因为你是人家的职员，你是领薪水的，你就必须要到办公室去上班。这个身体不舒服了不起，你请假1-2天，你可以天天请假嘛？你不可能的，我告诉你。可是阿力就是可以，你不要来你。礼拜四明天晚上啊，明天晚上下雨了，可以不要来吗？可以吗？不能回答我，可以不可以？当然可以啊，对不对？我又没有规定说你不能来，你不能不来，对吧？所以明天晚上会不会来？老实讲计划，没有人可以给你任何的这一个规定。我现在有时候难就是难在这个地方嘛，因为全部都是靠自己，所以。我真正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除了从我给我那个领导人这样的一个启发之后，我发觉到说真的他突破了的，短短的5个月，你看他就上了营销之星。 OK， 我相信啊，他从此之后他的业绩不会再掉下来了的。为什么？他已经悟到一个道理，他已经有力量了，他已经知道怎么样才能够做得更好了的。各位你相信我，你们每一个人都有能力的。 OK， 科学家已经研究过出来了的，每一个人只有他3%不到的这一个潜力，我们有97%的潜能是被锁住的，锁在身体里面的。这个你们大概每个人都应该这一个多多少少都有听到，或者是有看到这些报道，就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潜能，只是97%的潜能是被锁住的，我们只用3%，这是很可惜的。那如何能够解放我们的潜力呢？如何能够让我们去发挥呢？如何能够更快一点呢？你一定要记住，快比慢容易。很多做案例为什么做的那么慢，就是拖拖拉拉。我看了一本书，就是美泽，听过没？这家公司美泽 Method， 这是这10年来在美国非常这一个等于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话题。因为在美国这10年也不是这100年美国的清洁用品的这一个市场是被两家大公司掌握住的，一家叫 Lever Brothers， 就是联合利华，听过没有？另外一家叫 P&G， 就是这个 OK， 就几乎所有啊，什么这个洗衣粉、洗衣是洗手什么，所有这些东西全部这两家公司，绝大部分它掌控了这个美国的市场，掌控了全世界的这个市场，谁要挑战这？而且清洁用品的这个生意是掉了。是没有发展的。那现在很多就是想要创业的人啊，我走高科技，这十几20年
你看到的都是这些能够这个在这个国际上能够有所这个爆炸性的成长，都是那些高科技的电子产业啦，这个中国也是一样嘛，什么阿里巴巴啦、微信那些，这些是超大的，不要讲啦，联想啦，我记得几乎啦，所有的这些想要这个能够快速成长的这些企业，几乎都是这些企业。那这两个年轻人跟很多其他年轻人也是有创业的梦想，想要创业。其实每一个人都走这条路线，我为什么一定要走这条路线？我为什么不做这个啊、大家都要用到的清洁用品、洗衣粉？问题是，很难的。很多人都曾经想要去挑战这两个技能，做不到。可是这两个年轻人24岁哦，他就成立一家公司叫 Method 方法 Method 美泽，然后呢，开始去这个挑战这个公司，你知道吗？所有周遭的朋友跟他讲，不可能的，没有人会买你的东西的。所有的这些所谓的那些经销商也不可能这一个卖你的这个产品的，因为被这两个大企业掌控。你们讲不可以，我去试试看。这两个年轻人这样的一个思维，我觉得很棒，所以他们就开始。当然啦，我讲很容易很快哦，可是这10年来他们遇到的挑战，那实在是很可怕的。可是他们克服了的。他们成功了的，那这10年来，这美泽已经让这两家大公司这个吓出一身冷汗来的，而且这家公司已经是美国《时代》杂志这个报道的这个全球最佳的这个创新的企业，还有就是这个美国前500大发展最快速的企业排名第7，清洁用品。短短10年呢，可以创造这样的一个奇迹。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很感动，然后它里面谈到说哦，比如说它整个公司很有这个力量哦，它每一个公司就是说有一种精神。我觉得我今天想跟各位谈这点，说因为我们安利真的很多的困难跟挑战，你们做安利天天要碰到这些挑战的哦，这个被别人拒绝啊，那么你们不止被别人拒绝，你们一些做久的人，你们也发展了一些伙伴嘛，对不对？那有些伙伴又不听话哦，对吗？这个真的很受这个，那帮他搞不好这个又有时候又遇到一些状况嘛，对不对？又很生气哦，哎呦，我这么用心帮你，你不感谢我还没有关系，还这个责备我。所以说做安利就是这些当领导人哦，有点心酸嘛，会吗？会哦，这个这些都是一些领导人，每个领导人都会碰到的一些困难，所以你需要力量。各位，你是要力量，不是只是协会说啊，父亲教的那个方法，对，就是禁止，然后只说这个人说，哎，你一定可以办得到，可能你就办得到嘛，对吗？有用，我觉得是自我鼓励有用，真的有用。你如果常常跟自己讲说，我一定要办到，我一定要办到，有用，可是不能够只是讲一两次哦，这个要每天讲的，这是精神粮食哎，反正每天早上讲2次嘛，我一定要办到，我一定可以的，你一定要做到。每天讲2遍有什么关系呢？记住，持续不断的。哎，你持续个半年看看，你开始有点力量了。相信我，因为你需要力量。各位，你不要等你的领导人来帮你，来鼓励你说赶快做吧，对吧？你的领导人没有办法给你压力的，安利公司的职员也不能够给你压力的。真的，在安利线里没有老板的，你是老板的，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规定你做什么不做什么。我们完全是要靠自己的，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那个力量 ，OK， 那个力量。所以一个企业要有个精神的力量，哇！如果，所以我一直在想这个东西，就成冠到底能够给成冠的伙伴什么样的力量 ？OK， 因为成冠就是一个团队嘛。对。我觉得一个国家，哦，像最近我们是这个很多海外的一些朋友提到中国的时候，我就讲到现在中国最夯的3个字叫什么？中国梦。哇，这个以前人家讲说美国梦，现在不一样，我们开始要讲中国梦。只是很多人还不相信什么中国梦不中国梦，我告诉你，这个习主席很厉害耶，这中国梦你要想想看吧，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有梦，那个力量多大。对，哎，我们有13亿的人口，每一个人都有梦，而且每一个人都积极想要办法去圆梦。
哦，中国绝对是不得了的啦，那什么日本不日本，我们打不单身真的是真是啊，每一个中国人如果这是个力量，是不是力量？所以一个国家，我觉得这个中国梦让每一个中国人有梦，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精神的力量。对，那我觉得陈冠也应该有这样一个精神的力量来这个激发我们每一个人的潜力。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是想这个精神的力量，你是陈冠的伙伴，什么力量呢？你要想这个。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力量是很棒的。那美泽呢？这家公司你看到，当然他这家这个他所生产的那个产品，是现在非常非常的这个在美国了，很畅销。可是他觉得他们的整个每一个员工都有一种使命感。什么使命感呢？因为他觉得一般的清洁用品哦，就是清洁用品。可是他觉得，如果社会大众使用他的产品，就是对这个社会一个贡献。为什么？因为它的清洁用品不是只是清洁用品的，它是这样讲，我们的清洁用品看起来就好像时尚精品一样，这只是外表，现在设计的很漂亮，更重是你使用了我们的清洁用品，你是对这个地球对这个环保有贡献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很重视他们的这些原料，他们的公司，他们的这个生产不要制造这个污染。你看有很多这个工厂，他为了赚钱，那种不做好那种污水的处理呀、无烟瘴气呀，把这个空气呀，还有把这个环境全部都破坏掉了。那对他来讲无所谓，为什么？因为很多的企业，他们想的就是他们自己的荷包，想的是压低成本，想的是这个业绩，他才不会想到环保。可是这家公司就不一样，完全颠覆了，他就是非常的重视。当然，阿里公司也非常重视这个环保，只是他特别把这一个变成是他们全体员工的一个使命感。所以这家 Map 的他们的使命感，或者他们的这个企业的精神，就是环保斗士。环保斗士，所以他每一个员工都是哎，你既然是在 Meta 的这个职员，记住你是要对这个空气啊，对这个环境你要有这个啊贡献的。你参与，所以不是只是薪水，他没有只是想到薪水啊，或者是这个升迁，他想到的是他对社会、对贡献、对环保、对环境是有帮助的，这个力量。有一家公司我觉得很棒的啊，你们已经知道这家公司。哦，这家公司可能你们没有听过，在美国叫做捷步 ，OK， 捷步它属于这个网购的一个零售商，哇，也是很厉害。那他们全部的这些公司的每一个这个员工，他们也有一种精神的这种力量，他们把它当作一种使命，什么使命？传递快乐。他觉得能够传递快乐，这就是让他们觉得在，因为人类哦。相信我，包括你们在，你们都有这种，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工作呢，能够有意义，对吗？对。所以不是只是一份工作，不是只是一份事业，而是这个事业是有意义的，因为你有贡献的，所以传递快乐这是有贡献的嘛。他很厉害，所以那种精神力量，所以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想到说，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我传递快乐，对吗？所以美泽的这些职员碰到这些挑战，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我是这个环保斗士，我是我对国家、对社会有帮助，那个力量很大哎，觉得不错哎。还有一家公司，我觉得很棒。这家公司你们看的时候，一定也知道这家公司叫什么公司，它是叫 Nike 嘛，哈、哦。Nike 的话，你只要看 Nike， 你是看到这个。对啊，我觉得哈、哦，你只要看到 Nike， 你就看到这个，这也是很厉害，这也是他们的一种精神哦。所有的这个，因为他觉得这是一种运动精神嘛。OK， 因为你要传递的就是一个精神嘛。Just do it 嘛，讲这么多是什么？做就对了，哇，那个力量多大，对吧？考虑东，考虑东，做就对了，怕什么做？哎呦，我觉得这个是我有时候很喜欢，每次这个带我孩子去小的时候，哎，我这记住这句话 ，just do it， 精神 power 很有那个力量。成功的力量在哪里？我告诉你，最近我想通了 ，OK， 以后你只要看到成功，你就会看到这句话。我们希望
对社会有贡献，我们希望对别人有贡献，我们希望让社会更好，我们是啊，对别人让别人更好，对吗？对。阿弥不是说啊，对嘛？就是你就帮助这个助人嘛，是助人的一个事业嘛。陈冠霖不是有句话吗？就是这个安利，对吧？好，安利提供创业机会，陈冠帮你实现梦想。可是问题是在这里，这句话力量不够，我们要去帮助别人，对吧？对。可是我告诉你，我觉得哦，其实哦。真正给你力量的，如果你真的要去帮助别人，如果你真的要做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如果你真的要对这个社会有贡献，记住，如果你能够让你的家人更好，你就是贡献。不要讲说对社会，如果你能够让你的家人更好，你就是贡献。因为你当你的家人更好的时候，你也能够让你周遭的朋友更好，这也是一种贡献。到底你做些什么，你能够让你的家人更好，让你的朋友更好呢？更周遭的这些亲朋更好呢？只有一件事情，让你变得更好。所以陈冠的精神四个字，变得更好。以后哦，变得更好会比这个更低。我们也不要只是讲这伟大的什么东西，说啊，我要把国家变得更好，环境变得更好，别人变得更好。其实重要的让自己变得更好，因为我们可以变得更好，我们就有影响力了。你相信我？你看很多人为什么他做案例推荐不到人啊，这些等等啊。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改变别人呢，我们要说服别人呢。你想过说你进步了多少？这个台湾一个最成功的一个企业家之一就是郭台铭，就是那个富士康的那个创办人。他说哦，其实最重要的这种精神力量，就是你今天里面比你昨天进步，明天的你会不会比今天的你更有思想 ？OK， 更有创造力。我觉得这才是真正重要的，这是力量。记住，你最重要 ，OK， 你是最重要的。如果天天你告诉你自己你要进步，你要变得更好，不要想说让别人变得更好，先让你自己变得更好。你变得更好，你就有影响力了的，你相信我 ？OK， 刚才我提到说人有潜力嘛，你有潜力，你绝对有潜力，97%的潜力没有发挥。一个人如果能够想尽办法把自己变得更好的时候，就把你的潜力给逼出来。我不知道能够逼出10%，能够逼出2%就不得了。你已经用了3%就这么厉害，如果再用2%的话，那绝对更加的厉害。因为能力，你相信我，能力是可以培养的。我知道有很多人的条件能力比我们高，我们不是跟别人比，记住。那有些人真的是很厉害的，有些人真的是这个啊，可以很快的。像我这次在杭州分享的时候，我就说我们要快，想办法快。OK， 可是记住，快不是跟别人比，快是跟自己比，快是跟你昨天的这个发展的速度比，快是跟你去年的发展的速度比，而不是跟别人比。有些人真的很快的啊，像有些人，你看他第一个会上营销执行的，而且连续都会上营销执行，为什么？他有条件嘛。你问一下你自己，你有没有这个条件？你没有这个条件，那你就不要跟人家比这么快的速度啊。我有一些伙伴，他一加入就上营销之星啊。为什么？他一加入他就买了6台的空气净化器，为什么？因为他4个房间，每一个房间一台，客厅一台，餐厅一台，他就6台了，都没有备货，他就已经6台了，再加上净水器，再加上这一个营养制品啊，然后再套营销之星啊。他推荐了一些朋友，很多都跟他有这样的实力的，
所以说呢，这些人怎么那么快？那叫有条件，不要跟人家比。问题是你想不想要快一点？想。如果你想要快，你就告诉你真的快比慢容易哦。OK， 快比慢容易哦，因为我不要你再拖拖拉拉了的，真的，你们不要这样拖拖拉拉了。为什么要拖拖拉拉呢？现在是，就是你要拖到你头发都掉光了，不是你掉光，是你这一个剪这个头的 ，OK 真的，为什么要这么慢呢？我为什么不能够快一点点呢？这个美泽哈，这个企业的那个里面他就写了一段话，他说哦，这个世界上哦，不是大的打败小的 ，OK。是快的打败慢的，郭台铭也讲耶，他说哦，不是大的吃掉小的，是快的吃掉小慢的，哇，这个很有意思。你想嘛 ，OK？ 可是如果你快，你不一样的哦，速度很重要的哦。所以我们要怎么快？你就告诉你自己嘛，每天你说你一定可以办得到，只要你变得更好，想办法让自己变得更好。嗯，我这是在杭州就讲了一个故事。我有一个伙伴，年轻人，你知道吗？他在还没做安利之前，什么坏习惯都有，打麻将啦，赌博啦，不是打麻将哦，赌博，是真正的去赌博，然后抽烟啊，喝酒啊，然后在网吧啊，就是这个年轻人几乎是可能他没有梦想，没有方向嘛。他加入安利之后，透过重新学习。他现在变了另外一个人了，不再抽烟了，不再喝酒了，不去网吧了，他变得更好了。当他变得更好，他很有影响力耶。你知道他的妈妈感动得不得了，一直来感谢他的这个领导人说，哇，你怎么教我的孩子了？没有人教他，是这个环境，他因为他当然有梦想，他知道安利，做安利这个事业是一个很，我只能够这样讲，他当然有对他的未来有希望的时候，真的他觉得他不要再过以前那种生活了，都变得更好，他的爸爸妈妈很感动，全力支持他。各位，你们这里也有很多的年轻人，如果你们要成功要快的话，记住让你们的长辈支持你，因为你要让你的长辈觉得说你真的变得更好了。你做安利，做安利有什么好？不要等到说哇，你赚了很多钱，证明给你的爸爸妈妈看着我赚了很多钱，才说安利的好。如果你做了安利，让你，比如说变得更有礼貌，比如说变得更这个懂得这个跟家人相处了，你变得更好了，你就有影响力的哦。